第三是多解羌佛办公室第26号公告，办公室接到有佛弟子的请求帮忙，希望办公室为他们代购纪念第三世多解羌佛日首日封。由于第三世多解羌佛本人和办公室没有参与该纪念第三世多解羌佛日首日封的任何活动，因此我们对该首日封的情况和发行时间、地点、是什么单位发行等一无所知，也就没有办法为你们代购，不请直接向发行机构询问购买的相关事宜。第三是多解羌佛办公室，2011年12月5日。